劇集殺手經已強勢首播，第一集視帝黎耀祥大鬧私人會所固然精彩啦。不過一班會所嘅兔女郎，包括事後李佳芯嘅性感演出，一樣吸引眼球。當日在拍攝空檔期間，我們的攝影師都忍不住找幾位靚女傾下偈。嗱，話曬幾位都是另類殺手啊！你忍住被人必殺啊 ！Hello， 我是貓仔。Hello， 我是 Nikki 陳詠希。Hello， 我是 Cherry。Hello， 我是 Doris 蘇麗欣。Hello， 我是欣蕭海欣。Hello， 我是丁丁丁樂詩。我是Hi。而家拍緊咧就係劇集殺手嘅，咁我哋今日咧就做一個兔女郎嘅侍應啦，就係呢個 club 嘅招牌嚟嘅。係啦，係啊 ，club 招牌嚟嘅，我哋係。係啊。堅持我哋啲體操。我哋第一次著呢啲衫啦，衫又好。我哋呢世人我諗你都冇機會咁樣著，今次第一次著咗呢一套殺手，好開心同我哋一齊可以著啦咁多位靚女。其實我哋真係殺手嚟。咩殺手？乜嘢殺手啊？因為咧，佢哋兔女郎係要著漁網絲襪嘅，所以咧對好多男士嚟講都係殺手嚟嘅。我哋著住對拖鞋咧，都係可以著呢對絲襪，只腳咁樣就好性感嘅啦。喂，攝影哥哥，你企穩好啊！咁多位靚女，我哋要過嗰邊 shooting 啦，拜拜。拜拜。